哇，泡姆尼，小丑你也在这？我们在等你。等我？是的。想让你把我好朋友拼出来。哇，有一个主角，交给我。神奇数字马戏团积木盲盒，线索小白兔。我知道马戏团里面有个调皮的兔子叫贾克斯，但是它不是白色的啊。开箱，大颗粒积木，还发现嘴巴和眼睛。线索小白兔，粉色和白色积木，它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的哪个角色呢？你知道吗？在马戏团里面，只有贾克斯是粉色的大长腿。我看积木只有白色，没有紫色，其中肯定有古怪。难道这是白色的贾克斯？我继续往下拼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这不是贾克斯的胸前吊带吗？你看，这颜色明显不对，贾克斯是紫色皮肤的，这里全是白色积木。泡姆尼，贾克斯怎么回事？贾克斯原本是紫色的，他不小心踢到白色油漆桶了，染成白色。这调皮蛋！真相啦，原来他真的是贾克斯，只不过是他踢到油漆桶变成白色的贾克斯啦。再把它头部拼出来，积木创意搭建。如果你喜欢我拼的白色贾克斯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这是贾克斯的兔耳朵，然后把表情贴上。你看，一脸坏笑的贾克斯。贾克斯组装完成。哇，贾克斯拼好了，好苗条的身材，比我还高。哈哈哈，小白兔你好。我是不小心打翻了油漆桶，我是紫色的兔子。你现在就是小白兔。给你一脚。好疼。